也是。宝儿这挺难。已经开始了吗？开始了。啊，一百，少一个人啊。少一个人。哎，对呀、啊，小薇，他迟到了吗？哎，你们坐吧。这个最晚下楼的人要发红包啊！红包啊！大家看到了，我们现在少一位成员，不是因为他迟到了，是我们故意让他迟到的。我们迟到就要发红包，这种特殊的待遇可以给我吗？没有，今天是整他，你明白了吗？哦，是不是？你看电视都在这儿呢。哦哦。我们今天的嘉宾只有一位，就是苗苗，是凯哥的爱人。哇、哦！苗苗是嘉宾呢，昨天吃饭我还以为来探班了。家属，重量级嘉宾。所以我们今天大家的任务就是要抛下郑恺，带着苗苗去进行济南一日游，让凯哥开启一场追妻之旅。哦，好浪漫，逃跑新娘呢？让我们马上有请他登场。欢迎欢迎！哎呀，苗苗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老师，老师，我还能做空翻。你好，我是慈善会的志愿者栾明然。我叫燕乐，我大一。苗苗，你是这期的嘉宾呢，不知道我这昨晚还吃饭来的，昨晚还吃饭来的。小哥，小哥，小哥，哎呀呀，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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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好好好，哎呀呀，苗苗，中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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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呀，没有凯哥的位置吗？有，这就是凯哥的位置啊，这就是凯哥的位置。对他，你来了就把他踢了啊，一件高兴的事儿，一件失望的事儿。高兴是你把他给踢了，失望是他失去工作了。因为今天苗苗的到来，所以我们今天录制跟以往不太一样。我们今天给大家特别定制了一趟非常轻松的旅程，就是来打卡济南非常著名的景点。你瞧瞧，这托你的福了。今天很轻松呗，就是旅游，纯玩纯玩。凯哥真的是不来了今天。对，跟大家解释一下，是因为之前很多观众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有在弹幕里也说，他们特别想看苗苗和凯哥同框，所以我们也把苗苗请来了。但是呢，啊，我们节目天天就是你想看什么，我们偏不给你看的节目，做作，幼稚，是个傲娇的节目，就这么任性。因此，今天我们是不带凯哥旅行的一天。今天大家的任务就是在到达我们最终的地点之前，确保苗苗的名牌不被凯哥撕掉。说不对，如果凯哥在到达这个任务之前追到了你们，并且撕掉了苗苗的名牌，那也就是说大家今天的任务就失败了。不敢，太惨了，再追我一次吧。哎，这个难一点吧，让他好好追一下，得让他好好追一下。然后桌上有一个空白的任务卡，如果你们想对凯哥说点什么的话，你们可以写点留言放在这儿，等一下他也会来这个房间。我可以写吗？对，我觉得还是苗苗写。哎，我的字好丑。没事，我们都差不多。他能猜是谁写的？好甜蜜啊！行，祝大家今天玩的开心。好的，好，出发，走。凯哥，哎，哎 ，Hello， 今天怎么样？什么怎么样？状态怎么样？睡得挺饱的。今天好像特别好啊。特别特别啊。特别特别。今天录制比较特殊，那你帮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吧。啊？介绍今天的嘉宾？嗯、我该怎么介绍？隆重的介绍一下吧。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我的老婆。我刚刚看到他们已经拍完开场了，然后是吗？对，要不然我们先看一下。好，怎么没带我呢？那开场怎么不叫我呀？我赶紧上去吧。太奇怪了。到了。
啥意思是？你媳妇儿丢了，快来找，再追她一次，你怕了吗 ？Come on， 老公来追。什么意思啊？这是？凯哥，苗苗他们已经出发了。你今天的任务就是要追赶他们。如果在行程的终点你还没有追上并撕掉苗苗的名牌，那就要接受一个终极的惩罚。这个是你的生活费。什么意思？今天一天我跟兄弟团们都碰不上面了吗？是的。今天一天我要一个人录制吗？对。我们也不会给你安排车辆以及一些餐饮，并且你的手机也会我们暂为保管，你就拿着这点生活费，然后争取早点追到苗苗。20块钱，20块钱，没有车，没有饭，还没有电话，你让我怎么活啊？才20块钱，我们在济南这么大的城市啊，这也是个大城市啊。20块钱怎么活？再给他10块吧。再给他10块。太惨了吧！实在不行的时候，我只能抛弃你了。不能，可以管我们吃喝。我还得管你们吃喝。天哪！我们现在就跟着你。他们现在已经出发了。但至于他们去了哪里，你现在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你得先去黑虎泉的虎泉阁完成任务，那里才会告诉你他们在哪儿，才能找到他们。走吧，喝口安布西压压惊。走吧 ，Go， 走吧。我说呢，今天怎么让我睡这么晚？里面有阴谋。可能是你一天的饭了。天哪！我该怎么去黑虎泉？车呢？没车。真没车？真没车。那怎么去啊？啊？你们所有人都没车？所有人都没车。1、2、3、4、5、6、7，加我8个人。对。那我们一个车还坐不下呢。What？ 师傅，问一下，去黑虎泉远吗？不远。多少钱？得有10几块钱吧。10几块钱啊？那我有一些朋友可以一起。可以。8个人。8个人太多了。太多了。哎呀。那附近有没有那个？地铁什么公交呢？公交车可以。那你能给我指一下公交在哪儿吗？或者十字路口往右拐，有39度。哦，谢谢。哎，太苦了，车都不给安排一个呀。兄弟们，久计了，你就这样把我给抛弃了，连个招呼都不打。济南是我们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是世界上拥有泉眼数量最多的城市，所以又被称为泉城。接下来我们即将启程前往第一个任务地点趵突泉。泉城济南，咱们这儿泉水是常年恒温18度，冬天都是不结冰的。哇，这一直是舒服啊！加油喽！空气挺好的，这里。这边我们济南有点像南方的感觉，而且这边的水都是自南向北流往护城河。哎，你要听？哎呦，鱼！哇，那么多，很大。我跟你讲，别太拖，那边还追击咱们呢。快
跑，快跑！哦，别太别，我们着急赶时间了，快走走走走走。那边那边坐公交，我告诉你，现在公交都有特殊的专线，专线快快，公交不堵车。三十九路这个是吧？然后要去银座商城。好，你们好，你们好。啊！哎，来了来了来了！看我要坐公交，你，哎，这是不是还得扫交费啊？交费。现，你好，现在八个人多少钱？我这二十，你找一下。我们找不了，老师。有零钱最好。我给你交也可以，微信、支付宝也可以用。我没。十个摄像我给你补吧。那你借我6块钱就行了，好吧？啊，好。还辅导现在呢？好好好好好。啊。咱们往后坐吧，咱就往后坐吧。好难啊！啊，是是是。是吧？是是是是。坐这儿吧。我怎么从点上课啊？一样的，你真是够帅的。是是，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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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别戴眼镜？你来还戴眼镜？啊，没事，可以不戴啊。我吃啥都有。我不吃了，减肥。嗯，还减够瘦的了。哎呀，阿姨太会说实话。你给我啥呀？吃饭不好吧？没事啊。不合适，不合适。这他妈给俩一个月的20块钱。那怎么着？咱一块上阿姨家吃饭去？别，太多人，不好意思。咱这饭是稀松啊，还是看着那胖大什么李晨嘛。对，李晨他们早上抛弃我，坐豪华车出发了，完了还带着我老婆一起走了。哎，带你老婆走了。对，把我老婆给拐走了。李晨啊，不是。不是李晨，是他们所有人。对，那你在跑单上挺搞笑的。我还行吧。我觉得挺搞笑的。啊，反正就看你就想笑。谢谢。哎，我看到雪糕了。哇，这个好哎，我来帮你们选吧。牛奶口味的有吗？都是牛奶口味，然后这个给你们发来。好啊，尝一尝。谢谢。就拍个照吧，拿出来。拿出来拍照吧。到包子船那儿拍。好，走。先拍完再吃嘛。我先吃。我想吃。那你把我这份也吃了吧。可以。那个豆腐什么来着？管我这是第一个啊。在你们带着苗苗逃跑的过程当中，你们还要完成一项秘密任务，在苗苗未察觉的情况下完成他和六句祝福语的同框画面，而这些被拍下来的祝福的画面内容我们会在最终环节播放给凯哥看。我知道我们今天的定位了，6个电灯泡。第一个任务，导游会请大家吃他们爆竹前的一个雪糕，然后在这个盒子的背面是有字的。凯哥在找谁呢？趁苗苗不注意的时候，想任何办法让苗苗跟这6个字同框。特殊任务。哇哦！那个动物什么来着？管我这是第一个，我得尝尝。呀，这个拿好了，别那什么，你是什么分啊？在哪儿拍？在趵突泉那边，我带你们来，我们这边走。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个人做代表啊？代表啥呀？代表趵突泉，代表趵突泉。咱俩是凯哥，我俩有钱吗？前面就是趵突泉了。这个吧，对，是的，你真的会凸出来。这个有没有发现这个字中有一个字很奇怪？凸没有点儿，没有点儿。对，老百姓认为是水太大了，把这点冲跑了。顺着护城河来到了大明湖，
说大明湖的明就会多了一笔，这儿少了一笔。哦，当年乾隆皇帝就是喝过他的泉水泡茶，从此封为第一泉，就一直沿袭下来。啊，可以用水就可以指引的。我们也想指引一下。能不能指引点啊？能，一会儿有，一会儿我给你讲。我给你们拍个照合影吧，这个地方拍照就特别好。可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往中间，往中间，往中间。我在这边，雨琦，雨琦，你过来。啊，行行行，我这吧，我这吧，我这吧。你在那边，最后，最后。我们拿着这个来。我在哪儿来着？ 你在哪儿？你在坤儿旁边。按身高。你在坤儿旁边。你在这儿是吧？我在这儿啊。哎呀，你别站了。哎呀，不重要。不是，我想跟你拍嘛。好好好 ，OK。那你不能挡住人家啦，好吧？坤儿本来想挨着苗苗，行，那你我觉得这样，让苗苗站在前面一点。没问题。我们大家围着你。你要站在前面。我就抱突泉了。你要抱突泉一下。你在这儿，我在这儿吗？确定吗？确定吗？这都愿意挨着苗苗，可咋整？你说你那么大岁数了，也非得愿意往苗苗旁边。哎呀，我真是不想说。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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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冰棍露出来啊！冰棍冰棍。哎。来来来，耶！来来耶！耶！耶！来，一二三。我看一眼，我看一眼，我看看，我也看看。身高怎么样啊？身高均匀，没毛病。拿着我的亚洲狮的手，哎，可以了，没毛病，没毛病。下次我站苗苗旁边了啊！怎么了？得整。我看看，我看看。别跳跳跳跳！哈哈哈哈哈哈！真不好，你好尴尬，好尴尬，好尴尬！我干什么？什么好尴尬啊！他们争得这啥套圈了，这是啊，玩游戏。来吧，颁布任务，一会儿有人追上我们了。哎，凯哥会不会拦住吧？他可能跟游客一样自己过来，是不是腿过来的？欢迎大家来到天下第一泉趵突泉。这项任务完成的话，我们会提供给大家凯哥的行动轨迹。好的，那我们这一环节大家要进行的任务是。保护泉水的挑战，助力团成员用脚顶住水盆，然后每个人的腿上会套两个圈，用脚把这个圈拿下来，水盆不被打翻就算成功。啊，太难了吧，这怎么摘啊？哇塞，你是郑恺的奸细吧？是三个人一起，男生组和女生组分开的。哦，三个人一起。这个时候凯如果在的话就说来吧，看一把就会了。你是不是想他了？很怀念。明白了吗？手托呀，手托呀。脚，你脑子在哪儿？不是你来摘，平时脚没有那么多用处，不使啊。你这样，第一个你先别管，我这样，我这样，来吧。行，开始啊。好，开始。男生组保护泉水，请准备。大家腿脚都很灵活啊！等一下，别动。这是一个测试，你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的时候？我来行吗？你来，你来，你拿走，没事。等一下，我还没拿到中心，等一下，可以了吗？好，我来了啊，我来了啊。还有一次机会，你上不上坤？上。那咱就仨人吧。我们三个年轻的，三个年轻的。哎呦，岁数大的歇会儿。男生组保护泉水，第二次挑战，请准备。谁先来啊？咱仨。
要不我先，你俩先扶着。先扶着，也行，可以，可以。好，你俩扶好啊，我就这么搭着啊。帅哥，你先开始。完了，完了。年轻的时候跟你说过少喝酒。少喝酒。有点抽筋了呢，今天怎么感觉？好了，来了，慢慢慢慢慢，到我是吧？等会儿给我留个空。哎，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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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别没事，我没动呢，等会儿。好，我撤，我再撤一个，我再撤一个。OK。我撤，我快，旭熙，你别使劲了，别使劲了，旭熙啊。我都想上手了，你别使劲了，用脚，别动，用脚，哇 ，OK， 来，喂，小心，喂，来，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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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okay, okay, okay. Okay 啊，我的大腿根儿，我的大腿根儿，我不要动我笑，不要动我笑。上面坚持，顶住压力。快点，OK， 恭喜男生组挑战成功。漂亮，很厉害啊。上身又掉下来的感觉，已经快滑下来了。你们来一个，活动一下。哎呀，再看有功底儿。这俩都能劈叉的人，都能劈叉，就我不行。你俩是要 battle 呀？来，先 dance 一段。你们俩可以跳段舞先。来，加油，我们。我天哪，有点怕。加油，加油。好紧张哦！好害怕呀！救命啊！怎么加？这样？哦啊，不行，等一会儿，我都没使上劲儿。你没使上劲儿，正好你第一个。好，那我先吧。对，节省时间 ，baby。开始吗？开始，我先开始，我先脱啊。他不计时。不计时，来。你现在多少啊？哎呀呵！有点苍凉啊，有点苍凉。让你年轻的时候少喝点酒。好嘞，快点，这个可以吧？好，可以。我来了。那我来了。好。等一下，不行。稳了。等一下，不行。再走。好。等一下，不行。稳了。等一下，不行。再走。我呢？可以吧？不行，我姐你来吧。我先来了。要不你来？对。baby 姐，你转一下，不行。往从里头。哇！啊，疼，腿太细了。你要是不行，你就翻过来。后滚翻啊！行。可以，马上下来了。哇，太厉害了！我们领略了杂技，都是吴桥来的。哎，有了 ，yes！ 哎呀妈 ，yes！ 好像手啊，为什么我觉得他的腿像胳膊一样灵活呢？好了，我来，等会儿，让我拿我。救命啊！可以吗？等一下，你是哪边？你是这个？我现在已经看不出哪是你的，我砸在一起，可以吗？等一下，可以吗？稍等，我好，这样好了。慢点。几个
脚捆绑在一起。不行，我要出国了。成功。成功。好了。好。恭喜。救命！哎呀！救命！对，算成功了，算成功了！恭喜大家完成了我们这一项的挑战。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游船午餐，是济南著名的泉水宴。然后我们会给大家提供一下凯哥实时的位置行动轨迹，请来领取手机。发现他去还在酒店，还在妆发，还睡着呢。在哪儿呢？哪个是他？他就在景区门口。那还不快跑啊！这是天价爆头第一天，他就在这儿。走，就让凯哥慢慢的追妻。他不吃饭呀？他没钱，姐，他怎么办？心疼了，心疼了。你可以留点餐食给他。徐叔叔，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啊！走了，走吧。凯哥，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黑虎泉，你在这里要完成的任务是帮茶摊的老板娘打两桶泉水。好，小公园，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我是虎泉阁大掌柜。凯哥，完成任务，我们会告诉你兄弟团的位置。好，请拿好你的工具。好，走。好，谢谢。就在那个东北角。东北角。对。好，我打水去了啊，我打水去了。哎，我容易吗我？毕竟我老婆被拐走了，我还得去追她呢。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Hello， 过来拍个照，来，拍个照，一起拍个照。来，妈妈拍个照。吓死我！哎，别怕。好，没事。喂，你好。Hello。好帅，我们好帅。瘦了？瘦多了吧？我就在这儿打行吗？你好。来济南了，我要来打两桶那个泉水。啊，你们都在这儿哦。哦，这是泉眼。好。谢谢。谢谢，就拿这个罐哦。哎，我来，阿姨，我来。怎么就把这？对，使劲往下扣，使劲往下扣，需要点技术。哎，使劲，小姐，使劲。这个桶，拿这个桶。没事，我试试。谢谢啊，使劲往下，哎，好了。哎呦，这个喝茶是没问题，是吧？能最大限度的保持茶本身它这种香味。你看那小猫，全程果然名不虚传，水好清，对，特别甘甜。我们也是检测过，泉眼是国家一级水，就是不需要过滤就可以直接喝掉的。谢谢了，合个影吧，来吧，啊，大家一起啊。好，我们喊个什么吧？奔跑吧兄弟，好不好？好，济南话哈，这怎么喊？济南吧，不是狼窜吧？狼窜吧叫什么？狼窜吧，小嘞，不是这么说吗？好，好，一二三，狼窜吧，小嘞，快走，跑住！这一天不容易啊。然而这一天才刚开始啊，有一天你欠我一期节目。等会儿吧，干嘛？没事，到了。谢谢。重，特别重。这是喝泉水大碗茶，是我们济南人的生活习俗。这样给您也冲泡一碗，尝尝咱济南的泉水。
大碗茶，辛苦了，辛苦了。没事。谢谢，欢迎你常到我们济南来玩。我跟你说实话，我从来没觉得茶那么好喝。自己打的水，自己泡的茶，味道就是不一样。哇哦！恭喜你完成任务。苗苗姐他们第一个景点的地址在趵突泉景区。趵突泉景区，对。趵突泉在哪里啊？在西边。远不远啊？不远。不远，走过去就是了。对。好，谢谢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再见。咋走啊？这边吧。你好，黑虎泉怎么走啊？啊，不是不是不是，趵突泉，趵突泉怎么走啊？请问，往这儿走是吗？哦，你有看见跑男吗？看见了。他们在哪儿呢？他们划船。他们划船？他们坐游艇。他们坐游艇？我在这坐公交，划水，他们还坐游艇。哎呀，哎呀，我的天哪！哇，这是真的吗？哇，这感觉很不错哟。鲁菜以咸和鲜是让大家熟知的，所以你看那酱油色是比较重的。哎呀，苗苗来了，待遇就是不一样啊！没上过这么大菜，哇，好烫！哇，还是热乎的。好烫啊！这泉水泡茶，给你尝一尝啊。哦，这茶好好喝，吃吧，又凉了。这么快就吃了？那还等菜呢，还等菜呢。来吧，来吧，吃吧，别客气了，好吧。没事，帮你啊，我帮你啊，帮你啊。谢谢谢谢。谢谢，来一点吧，感恩。好了。你要吗？谢谢。这个鱼刺有点多，要小心点。这鹅肝可以啊，旁边一个墨绿色的方块，那叫方块牛肉。这个牛肉上面那个墨绿是用秋葵制作而成，这种师傅的研发。哇，有点意思啊，这个有点意思。我以为是那个抹茶蛋糕。对，不是不是的。苗苗姐，感谢你，感谢苗苗。我是特别想知道郑恺的中午饭怎么吃。他只能啃一块饼干继续追妻。在一个公交车上打开了一个煎饼，刚想吃，因为葱味太大被人家轰下去了。他会不会是我们吃完以后走了，他来吃剩的？有可能。凯凯现在在干什么？我好奇他吃什么。快一点了，还没吃午饭呢。你饿不？要不要给你们买点午饭吃？好呀。还真，真不客气啊啊！看看，哎，你好，这面包怎么卖啊？10块。10块啊？给我一个面包。行行。来吧，吃点小面包吧，同志们。来之不易的小面包。我也不指望他们给我留一点什么残羹剩饭了，来，来，给，给，来来来，一人一个，一人一个，一人一个。来来来，来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来，摄影师，来来来来来来，刚好你看，哎，刚刚好多一个。团餐，你是不是没有？你是不是没有？你看，正正好好，一人一个。哎呀，这是我的午饭。本以为把苗苗叫过来，今天能够轻轻松松的吃吃喝喝，
没想到是这么一个设置，真是太突然了。哎，看到我们的安慕希展位了，应该离兄弟们不远了。我拿一罐啊，可以吗？谢谢，一起安慕希。嗯，我好像看到了什么。嗯，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什么意思？走了。凯哥，很遗憾你来晚了一步，他们刚刚在这里完成了任务，已经坐游艇往下一个地点了。所以你要想知道他们接下来去哪了，你需要完成在趵突泉这个地方的任务，就是背诵趵突泉的课文。趵突泉一页纸啊，这么长，这不可能背得下来啊，太长了。背诵第三连的，一二三四，这么三，这么长，一二就这么点儿，这三四耍我是吧？然后我们那边就是趵突泉，你到泉边背可能记得清楚一点。走，我们去趵突泉边上背课文。哎，在趵突泉面前背诵趵突泉，这怎么背呀？不过你说我们小时候背课文也是这么背的，怎么就能背呢？长大了怎么就不行了呢？看一下呱呱龙启蒙 APP， 用儿歌的方法来帮助记忆吧。好。哎。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果然学习还是要讲究方法的，趣味动画教学，学得快也记得牢。现在的小朋友有了呱呱龙真是很幸福，在启蒙阶段就用兴趣打开知识的大门，孩子在启蒙教育中都能看到有趣的世界。笑妮儿，然后小伙子叫笑伙子，笑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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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笑门哎是什么来着？笑妮儿，笑模子，不是我们那儿的话哎，笑妮儿是河南话，这边也说笑妮儿特别好，就叫笑妮儿，啊，跟我们那儿一样哎，我们那儿也是笑的，笑妮儿，男孩是笑味儿。安吉拉北北，我说的这个是不是山东话？安吉拉北北，我们不是喊东喊老师吗？就你好老婶儿，买菜问路打电话都要问。我去上老婶儿，北北人，北北老人儿。啊，这里感觉还挺漂亮的，这里。哎，鸟，你看，这个水鸟是候鸟。哦，在那儿。它的名字叫夜鹭，因为它等鱼的时候就是一动不动的，所以我们叫它老等，济南人老等。老等老师，老等老师，老等老师，老等老师。哇，它们真的不动，你看那边那只。对，它不动，你看，哎啊，哎老等老等老等，你好，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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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有鞠躬啊。你把鱼都吓走了，人家没有午餐了，跟凯哥一样没有午饭吃。跟凯哥一样，没有午饭吃，没有午饭吃。泉边挺凉啊，我背出来了，来啊，泉太好了，泉池差不多，泉池，泉太好了，泉池是差不多见方的，北边便是一条小溪，流向西门去，看了三个大泉，一年四季昼夜不停，老那么翻滚，你立定呆呆的看三分钟，便会觉得自然的伟大，使你再不敢正眼去看。永远那么活泼，永远那么鲜明，冒冒冒，好像永远不感到疲惫。冬天更好，水上起了一片热气，白而轻软，在深绿的长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不由你不想起一种神秘的境界。一字不落，错了啊！三个泉口偏西，忘说了。还有永远那么纯洁，还有只有自然有这样的力量，你们说？疲乏，错了，我说啥？疲惫。
好。全太好了，全池是差不多见方的，全口偏西错了，使你再不敢正眼去看，永远那么活泼，永远那么鲜明，好像永远不感到疲乏。冬天更好，错了，泉上起了一股热气，错了，水上起了一片热气，错了，这就是自然的力量，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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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那么，永远那么活泼，永远不是，永远那么什么来着？啊？哎，去哪儿了？这个词儿逃跑了。看一眼啊，哦，永远那么纯洁，永远那么活泼。哎呀，我就说这个词儿纯洁去哪儿了？永远那么纯洁，永远那么活泼，永远那么鲜明。全场起了热气，全太好了。全池是差不多见方的，三个泉口偏西，北边便是条小溪，流向西门去。哦，鲤鱼跳龙门了。看那三个大泉，一年四季昼夜不停，老那么翻滚，你立定呆呆的看三分钟，便觉得自然的伟大，使你再不敢正眼去看。永远那么纯洁，永远那么活泼，永远那么鲜明，冒冒冒，好像永远不感到疲乏。只有自然有这样的力量。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热气，白而清软，在深绿的长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不由你不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对了吗？正确。Yes。好，恭喜你完成背诵课文的任务。相信你以后一定能很好的跟别人介绍我们的趵突泉。我太能了，凯哥，现在你可以获得一次和兄弟团通话的机会，请来领取你的手机。哎，凯哥来电话了。啊？我接。Hello 啊。啊，饭也 OK， 过来咪西。饭也 OK， 过来咪西吧。听说你们在游艇上吃午饭呢，不然呢？不然呢？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老公，你吃饭没啊？等会儿啊，来，你跟他聊聊。喂。哎，老婆。老公，你吃饭没啊？我没吃饭。啊，那你怎么吃呀？我身上还剩20块钱，我还有8个人要照顾。8个人？啊，3个摄影师，1个录音师，2个PD， 还有个导演。你们8个人，20块钱，这么惨吗？就20块钱吃饭，那太惨了吧？你悄悄地告诉我在哪儿，我过去找你们。什么？你悄悄地告诉我在哪儿，我就找你。我们无法悄悄地谈话。我给你打包个海参，一会儿见了给你。还有那个这个糖醋鲤鱼。哎，行了，再见，再见，再见。好吧，拜拜。啊，我怎么还还给你啊？好不容易有个手机。接下来你要前往的是曲水亭街完成任务，任务成功后你就可以获得船票，坐船去寻找兄弟团。好，他们刚才还气我说有海参。哎，我觉得我们特别像那种就是婚礼抢新娘的时候，对对对，然后直接给带走了，对，有点像那个，各种给他设置障碍。正好我们婚礼的时候其实不想弄这一个环节，对，现在弄了。我们还是做安静的电灯泡吧。哇，这里感觉还挺漂亮的，这里。嗯呢，咱要不要拍张照？为啥呢？为啥呢？旅游了吗？来旅游。第二个任务，我们会请大家去坐大明湖上的游船，在这个游船的一侧有一句话，是这个幸福的人们只要让他坐在这个固定的位置，然后我们要记录到你们所有成员赏湖的画面。哎，咱拍一张照，拍张照。来来来，行啊，在这儿拍吧。咱旁边拍吧。来来来，对面的人有相机吗？有。拍吧，来，过来，据照师在那边。来来来，来来来，
我去那儿吧。不，你就在这儿就行。在这儿行吗？贴着床。你在这儿呢。哦，行行，一抱一抱，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来来来。好了。好不好看啊？好的。哎呀，真是不错呀。真的不错，真的不错，真是好，真是好啊。大明湖，大明湖距今呢至少有1500多年的文字记载，附近有大明寺，因寺而得湖之名，叫大明湖。所以当时曾巩来济南的时候，他就说：“问吾何处避岩峥，石请西湖照眼明。”好的，我们可以上岸啦。这就是立夏亭乾隆皇帝的亲笔御书。今天我发现这大家都好像很轻松啊，就出来散步的。对呀，出来散个步，散步的。这个好像不是很友好啊。从高度上来讲，我应该打脸或者抽牙，这应该。各位老婶儿，大家好。姚老婶儿，哎呦，姚老婶儿，姚老婶儿你好。小模子，说吧。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大明湖上的立夏亭，此刻凯哥就在我们湖对面的曲水亭街在完成他的任务啊。一会儿他完成了之后游过来，他完成之后我们会告诉他你们在这个地方，他就会过来追你们。我现在很想知道苗苗此时此刻的心情。来，我就是在想他吃饭了没。哎，这是真爱啊。哎，这是真爱啊，就是只想到日常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刚才打电话撒了一嘴狗粮。我吃饱了，吃饱了。他怎么只有20块钱要养8个人？不容易、啊、太惨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在大明湖立夏亭上就要完成今天的第二项任务，节奏大师。用身体记住旋转杆转动的节奏后，蒙眼来估计旋转杆转动的情况，通过下蹲起立来躲避，如果节奏错的时候杆就会打到自己，就作为失败。累计要躲过150次才算任务成功。如果你们这项任务挑战失败，我们会给凯哥提供苗苗的实时定位。太难了，那这肯定失败了。这个就是送命题，你知道吗？不，你没问题。老年 disco。 少年们上。好，我先来。行，我来 baby 第一次挑战。哦，等一下，一二三四。到底是三还是四呀？一会儿三一会儿四，对，你数数能不能均匀一点，二姐？一、二、三、四。哦，四吨了，刚才三吨啊！一、二、三，哎呀，不对呀、啊！你怎么又改成三吨了？我为什么不行啊？别数了。你到底几吨？你先自己定好到底几吨。三四四，等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怎么变五了呀？我已经累了。一二三四五，好了，可以带了。一二三四五，他自己那五就快半拍。一二三四五，蹲快一点。哎呀，一二三四，我节奏不行。你是节奏大师啊，真的。刚才 baby 慢的挑战是7次，我觉得快的可能可以。真的吗？第二次挑战。哎，这个还不错啊，你适合快节奏，我知道了。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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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吃啊 ，baby。刚才 baby 快速挑战是六次，特别自信的动词大师，节奏大师啊！我真的没想到会折在这个环节上。谁上？上？谁上？来吧，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蔡徐坤第一次挑战。哇！我都想放弃了。你就只是有点吓人而已。哇！嚯！嚯！可以，对呀、啊，对呀、啊。我要抬起来啊！这还不算。头抬起来，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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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事情。怎么加速？刚抬下来就抬了一下就把小菜、oh、my God 蔡老师送走了。蔡老婶尽力了，特别好。凯哥，你要完成的任务是摊煎饼，完成之后你就可以获得船票，乘船去追兄弟团。好，哎，有人要吃煎饼吗？我给你们做啊。啊，来，阿姨。走，走，走，走。好，然后把它给撬起来哈。好。哎呀，我这摊的不好。这不能生巧。是这样，阿姨。不是。阿姨，跟您商量一下，哎、今天呢，我出门的时候只给了30块钱。好啊。我们团队一共有8个人，坐公交车就花了16块钱，然后买了10瓶水，我已经身无分文了。行，看你坐着怎么样。行。你要坐着好，我就免费让你吃。好。行吗？好好好。那我就卷了啊。好啊，把它这样，把这面稍微好看的这面放上。好，煎饼卷大葱，越吃越成功。越吃越成功啊！来跟我念，煎饼卷大葱，越吃越成功。Yes， 好。肠，肠，对，啊，我给你拿。好，放这儿。哦，肉放这儿。然后来一个，对，然后来。然后馓子。馓子。对，再打一下。两头这么一窝，一窝哦，然后这样卷，哦，把它这样往前擀，哦，然后卷成一个，这就一份，成功了。哪位啊？谢，给你吧。好嘞，来，祝你煎饼卷大葱，祝你越来越成功啊！好，好。然后你自己卷的卷好，好吃吗？好吃。哇，今天所有一天。那个茶我都觉得好喝，有一股劳动的味道，煎饼也是自己摊的，来之不易。凯哥渴吗？渴。水2块钱一瓶。我不要。我一会儿出去化缘。我不要接来之水。我不管他们在船上吃什么山珍海味，我觉得都不如我们这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来的美味。嗯，煎饼卷大葱，越吃越成功。有点咬不动啊，这大葱味儿太正了。哎，凯哥，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然后这个是你去找苗苗的船票。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走吧，继续赶路啊。船，我来了。这就是大明湖吗？对，这就是大明湖。呀，我看见他们了，他们在那儿呢。哎呀，快快快！凯哥已经上船了，位置离你们很近。这不再过来了，赶紧来吧。过来。
肚子，肚子，哎，肚子。我们现在大家的总成绩是125次啊，还有25次，两两位再来吧，25就够了啊，还有25次，你一个人就完成了。我这个比较高哎，没事，我们打到额头才算。好，给上，我都拿呢，都在这里。看着你那个几，二。现在是我们要拿扇子，是这个环节吗？是，我是第四个。发扇子了，那是不是？做完游船之后，第三个祝福语的同框画面。哇，又是拼字儿啊！是这个可爱的人了。你们知道，趁他戴眼罩玩游戏的那个档的时候，在他身后这样举起来，我们记录一下这个画面就可以了。啊，整期让他戴个眼罩就行。最后就咱告诉苗苗，这一期主要是锻炼听力。这一期，那我这有点吃亏，我这上面高一截这个头发，我得多蹲一点。过去了吗？对，可以，过去了。好，来准备了。我们这个要从左至右，如果你是第一的话，你就站那边。来吧。1234，2234。安老师，你不要念了。可以了。来了啊。感觉好像在锻炼身体。快点，这边第一了，这边我不是第一吧？哎，有什么声音？没事，加油，没事，快点，什么也没发生啊，没事，快点，非常好，哇，苗苗姐真的是实力，我的天哪，哇塞！姐，稳住，非常好，就是厉害。苗苗这节奏，我跟你讲，掌握的这节奏，姿势非常的标准。对，蹲。好了，我们够了吧？这不是已经赢了我们？对，已经完成了150次，恭喜！节奏大师啊，六。所以我们不会把你们的位置给到凯哥，他还要开始漫长的追妻之旅。但是，因为苗苗也很心疼，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大家可以决定留下来一位成员，稍微陪一陪凯哥，缓解一下他的寂寞。把苗苗留下。这样说吧，谁想要背叛我们？都没有人想跟他待着。真不想跟他待呀、啊。真没人愿意。你留下吧。我不能。卢卡斯来吧。我都可以。卢卡斯吧。可以。真的。你不是都可以、啊？刚开始我都可以，对吧？我先我都可以，客气，太虚伪了，这个表扬。好吧，那我们就出发吧。走了。拜拜。那你知道你要干什么吗？你就别让他走，拖住他。好。凯哥已经上船了，我们得赶紧离开了。凯哥要来了。那我现在开始我就要跟陪着他，那我没饭吃啊。漂亮。走，咱们还坐船走是吧？走了。我这干嘛呢？我这是一个人。哎呀，突然间给人抛弃。哎。事实证明，30块钱8个人，
出门是不够的。幸好阿姨施舍了一个煎饼卷大葱，大葱塞牙。哎，这一天，我只关心我老婆在哪儿。谈上再说啊、哎、你先找好了找有没有给你跳下来的影儿，哎呦人都没有还在这儿，你幻想对夸下海口，那不五年后有可能吗？五年后的某一游客有可能。我怎么觉得那是卢卡斯呀？卢卡斯 my friend，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来陪你呀、啊！他们把你也抛弃了，他把我抛弃了，还带着我老婆。等我，我来了。来、啊，快点，我陪你。凯哥，什么情况？这你身上有钱吗？没有啊。你知道陪着我意味着什么吗？为什么呀？哦，不是，我听说了，你是什么都没有。我早上坐公交车来的。你还有钱坐船呢？我船是我赢的船票，一共给了我30块钱，我已经花完了。啊？对。那我们怎么办呢？我没钱了，已经，我身无分文。时间不多了，两位抓紧时间出发吧。好，走了。凯哥，这是卢卡斯的车。谢谢卢卡斯，不用谢啊，终于有车了。哎呀，快快快！欢迎大家来到国际时尚创意街区。这里是济南发展时尚家文化产业的重要基地之一，雅致的古风建筑融合现代业态，已经成为了济南当地很多年轻人休闲娱乐的打卡圣地。接下来我们要在这里完成3处网红的打卡照，完成3次打卡之后，大家的手机上会收到最终地点的详细地址。但是我们要打卡的3个地点的位置和图片是在这根杆的顶上，请来领取任务卡。抛高高，一人坐在飞毯中间，其他人抓住飞毯把人抛起，被抛起的人抓取高处的卡片。这项任务会有热情的济南市民和大家一起完成。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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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凯哥已经出发了。啊，卢卡斯在干什么？卢卡斯已经协助他完成了，是吧？这个叛徒，我们是一波的好吗？对，我们是一波的，我们是一波的。来吧，试一下，试一下，我行不行？我160。
没问题，两碗一也扔回去。哎，来来来，我们还得再上四个吧。这边再来一个男生，还可以再有两个。准备好了吗？轻点啊！来，三二一。你往前点，往前点，不一样。他重，他真的重。来，好，来了，三二一，重！哎，那我自己起不来呀，这再来，稍微坐起来一点，稍微坐起来。郑恺要来了，快快快，三二一，这整不了，整不了。沙哥是我们集体都承受不起的重量。我也尽力了。哎，可以选择换一位成员。我来。来试一把，试一把。来，三二一，起。现在大家已经完成了我们这项挑战，等一下大家会去商场里面找到这三个地方，并且在每一个地方留下你们的打卡照片，然后你们的手机上会收到最终任务地点的场地具体信息。那我们马上去寻找你们的打卡地点。好，走吧。那过去他们又走了。是啊，我觉得要到网站才追到他们。哎呀，这样子一直这样子。二楼吧，一楼没有。快！那图长什么样？我看到有一个月亮。月亮。这儿呢。哦，在这儿呢。但是还有一个任务是要让他从一个走廊走下来，你记得吗？那个走廊好像在这边。什么也没有，这层都没有。找到了，是这个楼梯。得让他从这个楼梯走下来，对吧？今天的第四个任务地点是你们要让苗苗从这个台阶上走下来，同框画面。下一个地点是这个图书馆，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苗苗坐在第一排，拍照的时候你们把书这样打开，书里就是坐在第一排的他吧，不要让苗苗发现就可以了。最后一个，中间的苗苗是苗苗自己本人，另外两个凯哥和结婚周年快乐是需要你们自己找两位成员把你们的名牌换成这样子的名牌，完成同框画面，只有画面不能让他发现。大一，你找到那个图书馆了吗？对，快点上来，老美了啊，这顶上你看看。我怎么觉得都是那图书馆。那我坐第二个，姐你坐下面第一个吧，你别上去了。姐，你坐往这儿。姐，你坐这儿。那个是不是这样的？这不是有本书吗？每个都。苗苗姐，拿个书装一下文艺啊，我们。来，装一下文艺。来吧。这样的，大一啊，数，帮我数一下啊，三二一，一。好了吗？好了，赶紧下一个。还有俩地方是吧？我这还有名牌呢，你一会儿假装不好意思撕了，说我是我的。苗苗，你快来，我别让沙溢追着你。
苗苗，你过来，沙溢，你要干嘛？你先走，你先走，你先下去。什么情况？你快下去啊！你下楼，下楼，啊，这边下楼，这边，这边，这边，下楼快，这边下楼，你走，你快走，你往下走，快走，你快走，往下走，别。什么呀？我走，我往哪儿走？我去哪儿？什么情况？真的有啊？只有三个人是我们自己人 ，baby 和 baby 和 baby 和雨琦也是自己人。记住了。他们都可以撕我吗？只有男生可以。自己人。但我是男生里面可以帮你的，我已经 out 了。窃窃私语是不是有什么事？为什么？名牌在哪？名牌在哪儿啊？李晨说他为什么他怎么拿走了？走走走走走，去找他，找他，咱俩找他去。名牌，名牌给我，在我这儿，在我这儿。你给我，给你听着，咱俩就挽着他就行了。郑恺那个，我们俩去找他就好了。你那演的太过，对你演的太过，你演的太过了。我一开始觉得晨哥好像有问题，他说他可以帮我，他又说不是跟雨琦，是跟我一伙的，怎么办？我该相信谁啊？啊，我都有点怀疑我是跟凯哥是对立的吗？我跟我老公确定是对立的吗？啊？苗苗和其他的成员们现在正在隔壁的这栋大楼里面完成他们的打卡任务。哎呀，快快快！希望他们还在这儿。对。哎，这是一个阶梯教室。这是一个大草莓，这是月球，这是月球灯，就找这几个地方。苗苗姐在哪儿呢？苗苗姐，姐，你跟我们一队的，你过来。你们干什么？你是不是被里面在撕了？没有。你快跟着我们一起走。怎么回事啊？不是，男生一队，女生一队，我们一起走，我们一起走，我们一起走。嗯，没事没事，你想撕谁？我帮你撕。你们大家都可以互撕啊。对，我必须得把他带走，要不然他就看见你们俩名牌了。给他打扮一下，就用最好看的首饰。怎么回事？老沙撕你名牌，你还不跑？换，名牌换了，确实换。我给你听一个。什么呀？我们结束了，对，我们结束。OK。这个问一下，这几个在这楼里吗？这几个地方？不知道。不知道？不会，不是这你知道吗？草莓。草莓，能说吗？能说啊！我们得去这个地方。啊！哎，月亮在哪儿？在哪儿？月亮。哎，月亮在这儿。月亮，我来了。打卡，打卡，打卡。来。我说刚才嫦娥冲我招手。草莓在哪儿？是不是在那里边呀？凯哥是进来了吗？好像是。那应该是楼上。啊！你怎么走那么快？我心急啊！好累啊！着急呀！哎，有点像了，这个教室，这个有点像。啊！这。
好嘞。我的妈呀，在这儿呢。这个木头。No time, no time。快快快快快快快！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我都听见他们声，哎，我都听他们声音了都。来了，我听到声了，听到声了，听到声了，有人来了。那儿呢？没事，我跟你去。没事，你保护好你。我来看你们。好，我们走，咱快走，咱快走，咱。下去。我来看你们。好，我们走，咱快走。兄弟们，太辛苦了，想死你们了。少来，真的，少来，想你了。哎，拿着什么呀？给我们的礼物啊！我就为了找你们，找到了呀！急呀，找自己老婆呢。我老婆呢？在这儿呢。谁呀？快点，我老婆呢？在这儿，在后面躲。那一天，拐走我老婆。我找找去，回酒店了。我找找去。不要阻止我。哎呀，我们就这点能力了。着急。你撕我也不要的，没有用。凯哥，这是咱们最后一个任务场地了。如果在这个场地你还没有抓到苗苗，并且撕下他的名牌，你的任务就失败了。呀，我这不正找呢吗？这儿有两个搅屎棍，这。凯哥，哎，下面有人。凯哥，你老婆在我们手里。给我射，很久不见，哎。我先下来。哇，太有爱了，这个画面。让他下来，他不敢撕我。哎呦，相遇了，想念，累不累呀？今天太难了。保护苗苗。你的终极目的你知道是什么呀？我终极目的就是把我老婆的名牌。干嘛？刚撕一下。你敢撕吗？你敢吗？你敢吗？撕一下。你要是把我撕了，就没有结婚的环节了。方恒啊，有点难，凯哥有点难。啥呀？给他看他的知识储备也找不着。我们稍微聊一聊。走吧。那我跟我老婆聊一聊。哎，保持距离。啊。走。保持距离，走吧。咱大大方方的撤，大方方撤啊。开门呢，老婆。你要干嘛？你让我撕一下吧。我让你撕。对。回去撕你。回去随便你怎么，回去你撕碎我。他回去只能把你撕碎。回去你可以撕碎我。不可能。好不好？
凯哥，是我们想一，我觉得你沟通应该是够呛。这样，我们说一句，我们说一句，我们就说一个，说一个事情。你把窗户稍微摇，再稍微摇下来，我不会撕你。你这样吧，我们这个坦诚的后背亮给你，好不好？对，后背亮给你了。你可以撕，好不好？你可以。然后呢？然后呢？你们就走了。好，那我们走了，走了。凯哥，不好意思啊，有空再聚啊。等一等。自己。他瑞先生，我也想去。哎呀，兄弟一场，兄弟一场，兄弟一场，是吧？反转的吗？晨哥拉着我到处跑，他说沙哥要撕我，我就在想，哦，是不是沙哥他们是撕我的，其实凯哥是来保护我的，我当时心里这么想的。然后瞬间后来看到凯哥的时候，他说老婆你让我撕一下，我当时心卡碎了。开门呢，老婆。你要干嘛？你让我撕一下吧。卡碎了。我一直在想吃饭了没有啊，今天是不是很辛苦啊，结果他见我他就要撕我。那等会儿他来的时候，好好谴责他。来了来了呀，感觉伴郎团来了。哇哦，哎呀，穿着斗篷就来了。去两句，去两句啊，去两句，该死你。我不想跟他说话，他不想跟你说话了，人家都。明白了，保护一下。不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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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你不是见我就要撕我的吗？不死。不行。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怎么了？不容易啊，一天。不容易，不容易。哎呦，那你坐这儿吧。对，你俩坐这儿，你俩坐这儿。你俩坐这儿。累吗？总感觉你好累的样子。还好。刚才坤儿和卢卡斯收留了我，实在是有点心疼。请把车费付了。经历了太多了，感受到了好客山东，好客济南。那今天我们要恭喜除了凯哥之外的其他所有成员获胜，恭喜大家。今天我仿佛感受到了一个大型的抢亲现场。而且还有一问题，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到底是婆家的呀，还是娘家的？有点纠结，来回变。对呀、啊，你们应该是我这边的呀，怎么就被节目组导演组给忽悠了呢？我们这帮人一直都没什么立场。所以很遗憾，凯哥，你今天的任务失败了。早上我们给他发布任务的时候，告诉了他，如果他今天任务失败的话，他会接受一个惩罚。哇，这是有蹦极的地方还是咋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觉得凯哥也挺辛苦的，我们也稍微有点心疼，所以在这里再给你最后一次免除惩罚的机会。好，就是等一下我们会有十道问题，然后请苗苗和凯哥同时作答。我如果十题有一题错了，那很遗憾你还是失败。哦，默契大考验。来，二位啊，二位新人，能否牵手成功？咱怎么改成相亲节目了？配对儿。好，那我们兄弟成员来揭开题面吧。来，我先揭第一个。来来，婚礼司仪来。这也太简单了。什么呀？什么？苗苗最喜欢的综艺。这也太简单了吧，这是送分题、啊、这个很简单了，你想想能写别的吗？好，请亮题板。哦，
是真的吗？是。哎，我跟李晨可以作证。我那个时候在团里跳舞的时候，天天看跑男，那个跑男是刚开始的。2014年。对。就有一次，我跟我妹妹，我们两个在看的时候，我就想了解一下妹妹对男孩的喜好。哦。我就问他，我说当时那几个嘉宾，如果非要让你选一个喜欢的，然后他说，他说谁我就保密吧，反正，然后，哎，有人自告奋勇，不是，我只提一个问题，是不是李晨吧？依稀的记得当年好像是，真是啊，啊，真是你。真是你。如果非要让你选一个喜欢的，妹妹现在后悔了。妹妹，为什么姐姐说保密，现在妹妹后悔了？咱俩成连襟了，解放。然后完了。他说完以后，我自己默默的就是看了一下，也选了一下，我也选了一下，然后就讲郑恺好像还不错，就是。就挺阳光的，然后也帅帅的。确实是家里的电视常年播放的都是往期的跑，就是为了看你。好，那第一题两位默契成功，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题啊。在《奔跑吧》九季以来成员中，苗苗最喜欢，这是一个题呀、啊，这俩是一个题呀、啊。行，那你们选。来第三题，第三题，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地方？哎，这个可以。好了吗？3、2、1，请亮题板。我俩一起上台唱歌。行，下一题。苗苗最爱吃的菜是什么？啊？好，亮一碗。多写几个不会错。榴莲。什么？画了，给你画了榴莲，这不榴莲吗？手机里给对方的昵称是什么？在你手机里我的。好，亮题板。呀，对了，一年中对两人最重要的一天是哪一天？还有哪一天呢？还是每一天呢？你有这么兴奋的意思？相亲节目。来吧，3、2、1，请亮题板。结婚纪念日，而且去年520那一天我们还在路跑，记得。本来是想520的，但是520在路跑，就献给了兄弟们。哇，准确率很高，对，100%。我就加后几个，咱得加难度了。希望简单一点吧。好，苗苗最希望郑恺改正的缺点是？太难了，这怎么会有缺点呢？我们。你这边也写完了，凯哥。这边写的好快。马上就给你写出来啊！马上就写出来。反省一下。自己认为就那么完美吗？不是。半天都写不出来，缺点太多了，不知道改哪个。赶紧写吧，我没有也是一个答案，可以这样吗？可以。好，3、2、1，固执也有可能没有。3、2、1，马上就写出来，感觉磕到了，真疼，
凯哥缺点有哪些？我们帮苗苗想一想，比如说腿太短啊。腿太短？因为我觉得老公腿挺长的。缺点呢是可以改的，你说的那些呢？是改不了。你说的那个叫缺陷。行，这一题也正确啊，下一题。郑恺最喜欢苗苗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哦，这太长了，写不完。哎呦，凡尔赛了哈！我可能要写一篇像趵突泉一样的作文。要不要再拿一个板子给你？不，确实不够。我感觉得再要多几个板。结果写了那么多，没有一个是对的，那就你不管写多少，没有这俩字儿，那就不行。对，我这样写是不是有点挺好的？挺好的，写的挺好的，相当准确，相当准确。请双方亮题板。单纯温柔，哎，温柔有哎，有了有了有了，是我证明他第一个写的是温柔。他第一个写的写的也是温柔。OK， 好，我们看下一题，第九题了。两人确定关系时的告白是什么？哦，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感觉要磕到了。谁先对谁表白的啊？表白的内容是什么？这句得记着吧。好浪漫啊！我这么跟你提示一下，小凯，这句话相当爷们儿，很霸气。对，很霸气，但是还略带一点怂。来吧，来吧。好，请亮题板。呀，差不多。能处处，不能酷，还能做朋友吗？我跟你提示说很霸气吗？能处就处，不能处就还能做朋友。这原来凯凯后面这还有给自己留了一番，还留了一个后路呢。对，这算不算对？我觉得算，算。我觉得他们俩写就一个意思。好，最后一题，最后一题。苗苗近期最大的心愿是？哎，不会是？保重身体呀。我回来了。哦，刀啊都卸好了 OK 吗？好，最后一题的题板啊，三二一。哎，生二的，哎，生老二，然后都有个问号。哎，我觉得特别美好，就是因为这事儿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先问问你行不行？对，这个默契太重要了。但是首先要去干这件事儿，看极光。不矛盾，这俩事儿不矛盾。可以一起。这个小朋友的名字可以叫极光。咋的？海南岛、吐鲁番、北戴河，还有走到哪儿咱上哪儿上去。哎呀，那今天要是有这，就叫趵突泉了。好，那我们十题苗苗和凯哥全部正确了，再次恭喜了。然后呢，在完成了这项任务之后，我们不会让凯哥接受惩罚，但是我们还有一份祝福送给两位。哦，祝福和惩罚其实是同一条东西，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这可以拍照留个纪念。好，我先吃一个。那个字是什么什么来着？反正我这是第一个啊。满拿着一起拍个照吧。你在坤儿旁边，我在这儿吗？确定吗？你在这儿是吧？我在这儿啊。来吧，把冰棍露出来啊！冰棍。哎，冰棍好吃哦。耶！来，一二三。我看看。可以，挺好。挺好的。Oh my god！ 哎，好尴尬。什么好尴尬？哎，咱们拍张照。来。是这个幸福的人吗？对，可以啊。不是第一吧？哎，什么声音？没事。姐，稳住啊，稳住，非常好，就是厉害。苗苗这节奏，我跟你讲，找的。对，苗苗做第一个呗。打卡。拿个书装一下文艺啊，我们。对，装一下。啊，三二一。下楼快。你快走！我往哪儿走？啊！嗯。姐，你跟我们一队的，你过来。这男生一队，女生一队，我们一起走。这么大个草莓，怎么一点？我说大草莓吗？找不到。呀，一二三，祝段长猛、王学伟、吴寒松、李启航、蔡奇、贾俊杰新婚快乐，早生贵子，和和美美，祝你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啥喜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喜事儿大家都不都知道了吗？祝贺！郑恺当了爸爸，喜事儿双双的。凯哥，从我开始做你的 follow PD 到现在已经多年了，咱俩是一块发福，又一起减肥，一块找对象。节目播出当天，我发个微博。请你宣传一下，记得快把好运传给我哦！他们要的祝福视频我也要哦。凯哥，我们在跑男相识已经七年了，记得早几年的时候，你每一次出现都是带着一股桀骜不驯的那种气势。Call me the king of running。但是这两年你变了，你的那些凌厉的眼神和那些气势突然变得很温柔。我想是因为。苗苗更需要这种温柔的呵护吧。在奔跑吧的见证下，我们都经历了人生的重要阶段。谢谢凯哥在我们婚礼时送来的祝福。我在这里祝福凯哥和苗苗能够在今后的日子里冷暖有相知，喜乐共分享。祝你们百年好合，白头偕老，长长久久。祝凯哥苗苗结婚一周年快乐。我相信小猎豹在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之后，会带着苗苗和宝贝女儿在人生的道路上永远幸福地奔跑下去。祝你们幸福美满，永远炙热，做彼此最坚固温暖的依靠。也祝你们宝宝健康成长，幸福快乐。祝凯哥和苗苗一直要幸福哦。
做你们恩恩爱爱大有凯哥苗苗要幸福也祝兄弟们成员越来越好奔跑吧幸福拥抱一个吧你们哎呀哇也太感动了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哇今天那个没有想到，原来还是婆家人的。哎呀，辛苦辛苦，谢谢谢谢谢谢。哎，哎呀，开心了，今天吓坏你了吗？其实是撕名牌呢，我们就为了后边换一个名牌啊，然后要把你支走。首先感谢跑男团，这么多年大家兄弟们在一起，见证了我的成长。我们也一起长大，我们的大家庭里现在又多了一个，对吧？多了人，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多的，对吧？人都会长大嘛。对。但是不管走到哪一天，我相信我们依然可以坐在一起，互相敞开心扉，这就是我们兄弟团的感情，对吧？然后也要谢谢节目组大美啊，还有俊男啊，都是这么多季一直跟着我跑过来的工作人员们，对，也看到你们的。生活的改变，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暖心，也特别有力量。We are family， 永远在一起。最后的最后，除了凯哥之外的所有成员可以领取你们今天的小黄金。哎呀，中间这个肯定是你的，中间这个你的，其他的这个是我们的。其实这个祝福视频不仅仅是送给凯哥和淼淼的，就像我们片子的最后，我们是送给我们所有的兄弟团成员。真诚的希望你们当中的每一位都能够越来越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在我们每个人追寻中国梦的同时，我们也要非常注意我们自己每个家庭的建设。也祝电视机前的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幸福圆满。欢迎我们参加活动会的成员们。点燃我的梦想，生命在闪亮，早已